2018年3月6日晚，由吴凤花、陈飞主演的范富派经典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在上海天蟾逸夫舞台隆重上演。当晚的逸夫舞台全场座无虚席，掌声迭起，观众们沉浸在范富派经典唱腔的记忆与回望中，尽情享受这一场由台下与台上、天上与人间共同发起并参与的依依不舍18里相送之旅。此次绍兴小百花越剧团赴沪演出，为上海观众带来由范瑞娟、傅全香两位大师心血恩泽哺育的亲传弟子吴凤花、陈飞两位梅花奖演员领衔主演的四台经典越剧《梁祝》《情探》《孔雀东南飞》《李娃传》，以此缅怀越剧表演艺术家范瑞娟、傅全香先生。2017年2月17日和10月24日，越剧表演艺术家范瑞娟、傅全香两位大师舞台搭档相继化蝶西去，永远地离开了我们。作为在两位大师的悉心关怀下成长起来的绍兴小百花范富派传人，在悲痛之余牢记先生们的初心与使命，复排范富名剧，弘扬范富艺术。这一次的赴沪演出，少百带来四台以范富流派为主的剧目，是纪念，是缅怀，更是向化蝶天堂的先生们的汇报。剧场大厅外有海外戏迷精心布置的花牌，将先生遗像簇迎在鲜花丛中，引得入场观众驻足怀念。与平时的演出不同，演出前观众们从志愿者手中接过的不仅有四场演出的说明书，还有少百精心准备的纪念画册以及爱心蜡烛。就是个叫整个节目结束以后，因为有随后大幕拉开来以后，我俩那两个来了是跟胡老师了两个一样，这个演员是拿了我们老早讲过照相两个老人家鞠躬，所以讲共同手讲演出大人。谢幕的时候大家几点？见老师。志愿者耐心指导观众如何使用，似乎预示着一场盛大的、充满仪式感的纪念演出即将举行。《梁祝》是越剧经典，更是范富两位艺术家的代表名作，
在熟悉的旋律中，翩翩彩蝶又再一次在上海观众眼中纷飞。是我们绍兴小百花在上海逸夫的首场演出。今天我和陈飞演的是范富的经典剧目《梁山伯与祝英台》。啊，这次我们来逸夫演出的四场，主要是纪念范富两位老艺术家的经典剧目，作为我们少白来说，是作为传承学习的这样一个好机会，也是跟上海的老观众汇报来了。希望我们能够在接下来的三天演出当中，大家都能齐心协力地把这次演出任务完成到自己最佳的状态。今天呢是我们少白纪念我们两位老师，范瑞军老师、傅全祥老师的纪念演出的第一场。那么今天是梁祝，我们以这一场的演出来缅怀我们的老师，希望我们的老师在天堂能够一切安好。其实作为少白来说，大年初六开始到现在基本上没停过，我们从绍兴温岭这样的演出，其实作为舞美来说，说实在也真的很辛苦，基本上就是一天一个戏，晚上翻台。作为演员来说，无论你都熟悉的怎么熟悉的一个戏，但是你在走台排练这个过程还逗得必须每天进行，每一场按期不误。我想每场演出也是作为团队一个战斗的一个战场。我个人认为所有的演职人员大家的状态都非常好，哪怕自己身体有不适，我觉得大家齐心协力都想把我们的越剧市场，也把少白的团队的整体形象对外展示好，希望我们的市场能够继续得到市场的宠爱，这是我们团队必须做的。
今天我们在演出的结尾呢，在谢幕的时候有一个特别的一个环节，就是我们所有舞台上的演员，包括我们团里所有的演职员，在台上拿着那个蜡烛，来祭奠老师，然后缅怀老师，希望老师他们的精神能够永存。我们作为学生辈的话，一定是要传承下去，薪火相传，代代不息。千根红烛照亮思念先生之路，深深三公立下传承范富之志。来看我们首场演出的观众，每个人的手中也有一个蜡烛，那么以我们观众跟我们舞台上的演员一起来共同缅怀我们的两位老师，两位
越剧的大艺术家。三月七日的演出剧目是《秦探》，《秦探》是富泉乡最为著名的代表剧目之一，《杨告与邢禄》更是富派弟子们学艺道路中的必攀高峰。Yeah.
天津。听说是平津城，我心胸是那边，在乡下吃茶多，逢你的黄奎，他在那守卫路障，城上坐啊在。娇子女孤孤单单，切切切切千里问你，今天呢是我们少白在上海逸夫舞台演出的第二场，是我老师的代表作《秦探》。那么《秦探》这个剧呢，其实对我来说，意义非凡。我从88年开始，演《醒悟》的时候就一直在演这个戏。那么这个戏呢，也通过我老师，从文本的开始就帮我一起把关。可以说《醒悟》这个折子戏跟《秦探》这个剧目是伴着我一路成长，因为我有我老师的这么好的经典给我们留下的宝贵财富，那我想我作为学生的话，我一定要把它传承下来，在可能的情况下我一定要给它继承下来，甚至是那个要发展。Yeah.
带着这个行路，我去参加了林人王中王的那个比赛，那么也在那个平台上获得了比较好的那个声誉。嗯，非常感谢我的老师，我的恩师傅全香给我们留下这么好的一个剧目，让我们学生辈能够一直的传承下去。嗯，在这里我也要感谢我们观众朋友们对我们秦探这个剧这么受欢迎，这么厚爱。谢谢观众朋友们对我的支持，对我们绍兴小百花的支持，也同时对我们秦探这个剧目的关心和呵护。希望观众朋友们一如既往的关注我们，关注我们绍兴小百花。晚上在义父是少白的第二场演出，我们今天晚上演出的是傅派的一个经典代表作《秦探》。那么大家其实也都知道，从昨天晚上开始外面已经下起了雨，但是我今天在看到剧场里满满的人头窜动，首先我觉得作为演员来说非常想说一句，绍兴小百花和上海的观众非常的有缘，上海的观众对绍兴小百花是厚爱有加，我在这真的是打内心里要感谢上海观众对我们少白一代一代演员成长的特别关爱。其实大家也都应该了解，这个是陆派的，也是一个经典代表作。但是我今天在台上演的是范派，无论从陆派也好，还是范派演绎也好，那我想作为经典，它就有它独特的魅力。作为我们中生代的演员来说，真的是在经典的笼罩之下，在滋润着我们的每一步的成长。我们要敬畏传统，在演绎的同时真的是非常想念我们的老艺术家们带给我们太多太多宝贵的东西，值得我们一生受益。这才是刚刚起步，我想作为经典剧目来说，我要一场一场的实践，希望在我的舞台实践当中对经典能够传承好，不忘初心。演员们站在舞台的中央，光彩夺目，背后是整个团队的帮衬。少百是一个团结的集体，四场戏连续的翻台，领导们时刻战斗在第一线。并没有演出任务的其他演员
也参与在出手相帮的队伍之中。你当的是平台呀，你当人体的是平台。那不是具体来，都是晚上回来。哎，那工作平台就全是这个东西。在一夫的第三场经典剧目《孔雀东南飞》的演出，我也看到了观众对少白的厚爱。我个人觉得今天在演出的过程当中有遗憾有收获，希望焕然一新的装修后的一夫舞台，少白仍然能够经常和他亲密接触，我们在剧场里面不见不散。这场演出我们已经是一夫的那个谢幕季的演出，也就是最后几场的演出，也希望装修以后的一年以后呢，一夫舞台呢能够更加的那个漂亮，然后也能够剧场的效果都非常的棒，也能够天天满座。那么我们也希望我们少白呢能够经常的来到一夫舞台演出我们少白的经典大戏跟原创剧目。
叫子门夫。今世两难再为家，此今我也无悲欢，我把张脸见绿香，想念落七彩落银锭烛花，这算是生意闲啊，不也比你从去心生自由心心悲啊。千里莫忘家，孔雀东南飞演出结束，舞台的大幕再次拉开，吴凤花、陈飞带领着绍兴小百花的演职员们，向款款放下的两位老师的照片深鞠三躬，再次缅怀恩师。观众们自发地站起来，点亮手中的红烛，此时此刻，所有人的心都系在了一起。绍兴柯桥的领导非常重视少白此次在上海的演出，副区长祝景之、区府办副主任马国勇、区文广新局局长钱清华一行前来义父舞台缅怀范副两位粤剧宗师，并慰问演职人员。作为绍兴小伯伯进入30年以来，能够在上海观众的呵护之下一步一步的成长，我要给他做起掌，为了慰问啊，也给他检阅掌来看啊，所以讲我用热烈的掌声，希望领导本啊鼓励鼓励。我想其他话也不多说了，向大家呢道一声辛苦，演出呢也非常成功，非常感谢大家。好，合个影吧。许多戏迷从贵州、武汉、深圳、浙江等地专程赶来，为了重温范副经典，为了一睹吴凤花、陈飞的风采，为了与绍兴小百花的这一个三月之约。
我们今天五个人从长沙过来的，我们那个看四天，看那个少白的戏，我们很喜欢阿发跟菲菲，我那也喜欢唱的，平时也喜欢演出，那个阿发的所有戏我基本上都会唱，也那个有些简单的戏呢我还没演。我觉得陈飞传承这个副派传的也蛮好的，然后呢他很好的就是继承了那个副派的一些唱腔的特点。我们这些一群那个戏迷都来自各个地方，我和他是来自南京的，我是来自无锡的，我来自深圳的，我来自浙江，我绍兴，我也是南京。我们都很爱那个少白的，真正的继承了他们的那个种这个精髓了。哎呀，演的绝对好，我昨天看了感动啊，我掉眼泪啊。对对对对，太感动了。我昨天在深圳是看了那个转播的，今天就飞到现场来看了。哎呦，太棒了，太好看了，太棒了。哎呦，好感动啊，真的太棒了。一二三，少白，我爱你。少白，我爱你。最后一天的演出是粤剧范富大师另一部传世经典《李娃传》。今天是我们少白在上海一府舞台纪念两位老师的演出的第四场，也就是最后一场，那么是《李娃传》。这四场演出呢都得到了观众的高度评价，然后剧场效果也非常的好，常常爆满。那么这其实是上海观众对我们绍兴小百花的厚爱，因为我们绍兴小百花每次到上海来演出都是会得到上海观众的关心与支持。那么我也希望装修以后的一府舞台呢能够我们再次来演出，还是希望能够得到观众朋友们对我们的一如既往的支持与关心。母爱母女心诚诚高诚子诚，想不到你为了将我压心连，你的父一边团结父子情，点点血痕映君身啊，遍遍痛擦呀心心。到此边故我是梦醒，方知在沉海风波现身，天应与君重相逢，然到苍穹把使命，我要赴郎君谁在此，要盼郎君本来生。哎呀陈郎啊，我全都非为功名，我素来富贵荣华自得美誉，不要娘死成困困，情侣女子与何在，世俗偏见功利无成。陈郎啊，他比自己才今年，情愿有如此终须等。
王成郎，你听我言，你莫为呀心偏苦心。又是一部情感跌宕起伏的大开大合之作，在观众们痛快淋漓欣赏范富经典的同时，舞台上的吴凤花却正在经历备受折磨的病痛困扰。扶摇在上，举头天。不是我们那边还要去演，所以晚上才，他们只能赶快。用是皮包骨头了，你也找是吧？今早找那个洗不了的。那你赶紧上去，上次挺好的，没有事，全演的。其实我们一天演，一共演了八场戏，下午必须走一场，晚上再演一场，他一共唱了八场戏，演了三场，这样的。这有点累，后面几天休息不休息了？不休息了，还要十二，还要干啊！你准备把它炸出油来。那热情的批评我是观众需要，不是你别别骂我，别骂我。那也得来日方长。我正好就你把它这么短视啊！戏里面不是有四个字吗？皮包骨头，它就是皮包骨头。克服多少困难，忍后多少艰辛，只有他一人知道。是我们少白在义父的第四场演出《女娲传》。我想作为这样四场经典剧目演下来，剧团又即将奔赴下一个演出场地宁波的象山和宁波市区，今天就连夜出发回绍兴。那么走进观众的看直播的朋友们应该也能很明显的感觉到，其实我从我内心来说，我今天很遗憾，由于身体的原因，整个嗓音很不理想。首先呢，我想跟大家说声抱歉，我也是带着遗憾，如果有合适的机会，通过熟练以后，我还想带着《女娲传》再次来到上海。我要把我的心中的一些遗憾做弥补，感谢大家的理解，也感谢大家的厚爱，少白不忘初心，继续前行。在传承和传播的道路上，伤痛受掌声鼓舞，辛苦被汗水掩藏，绍兴小百花永远在演出的现场，或者在前往下一场演出的路上。为什么流落乞讨？年
我的心不知哪里去了，我落难